这是坛子的济，他的坛坛在，济公的第三个，第三但个如果数，有拜拜的人都知道，三哦，不知道。因为然后说他济公，大家都知道济公这样子。眼睛闭着写博文复诊科的地址，太神奇了。而且他说我这个医师就是不吃我药，不吃不药，要。事实上要了，还是要吃药了。他不是啊，他不是说叫我们就是意思医说生直接回做去试要管。吃药啊，做怎样？对，我就说啊，应该是叫我们做试管。如果有什么心里过不去的，你可以到潭子济公，是三师傅啊，他有庙吧？没有，他是那个私人体。哦，那如果要人家去拜可以吗？你可有地以址啊，吗？可以啊。你有名片条没有名片。？OK，好。那个是，真的是很私人的，哦，所以一很私般人。人去不了。去得了啦，但是都是有认识带去的这样子。借由济公，哦，这个是算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地址写的一字不差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周遭没有人过来过。